呢個動作千祈唔好做。有兩個動作千祈唔好做嘅，係害死你自己嘅。呢個動作頭先見到有人喺度做，我睄到。呢個動作係對個頸係有害嘅。基本嗱，大家有冇印象林家聲？佢係咪倒大氣、揈水啊？佢晚年係咪痴痴呆呆啊？啊，你唔想痴痴呆呆坐埋一台咧？呢個動作唔好做。記住，呢個動作對個頸有害嘅。另一個動作唔好做，留意一下。麥玲玲好多大約幾個月前，大約一年前咧做廣電視廣告，而家冇做啦。呢個動作係害死人嘅。有咩唔好處啊？你個菠蘿蓋摩擦，你又會傷嘅。兩個動作千祈唔好做，切記唔好做啊！唔係講少噶。見到好多人咧，就又出現問題，就係因為我問佢做過啲咩動作，就係做咗呢。有啲人腳膝頭骨有事，佢曾經做過呢個動作，同埋頸。呢、这個有事，所以唔好做。OK， 咁做完咗頸部動作之後咧，我哋做咗鬆呢、这個嗱，因為時間關係，我要 shortcut 版啦，將你旋肩膊向前擺動，向前唔係向後，冇錯啦。先左後右，我哋當塊鏡，你望到我等於望到你，我做緊右，你又做緊左啊。咁做完之後咧，我哋跟住倒後啦，今次倒後咯，旋肩膊向後。你如果做唔到喐嘅話咧，即係可以企出邊嘅，出邊咧前邊嗰度冇蟻咬嘅話，啊，你喐嘅話咧，其實行第一步咧，之後你嘅身體好咧，你會多謝嗰個係你自己喎，肯行前一步喎。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。今日你肯行第一步咧，將來你嘅身體就會好啦。向前擺動，放鬆，倒後，鬆你嘅肩膊。是不是很舒服啊？这个动作呢，尤其是呢，有没有听过有个穴位叫做膏肓啊？有没有听过病入膏肓啊？膏肓穴就在这个肩胛骨，当你做这个动作开了，当个病严重入膏肓穴呢，没得救的了。我们做平时做这个动作是保健的，所以很舒服，这个动作就这么解了。OK， 那做完了出来之后呢，大家你或者你身边朋友有没有肩周炎啊？想唔想醫翻好肩周炎唔使錢啊？今日就送咗俾你喎，睇醫生可能幾千蚊都醫唔翻好喎。睇留意，眼神望手，單手游水，轉。今日送咗幾千蚊俾大家噶啦，啊！我教啲拉筋嘅話咧，如果你正式學嘅話咧，係要錢嘅。今日免費送俾大家，係有緣，好多謝今次邀請我嚟，就係、是、你今次靈足傳播嘅。舉辦機構，咁所以咧，你就應該係好感恩，好多謝佢。轉落嚟，做完咗出嚟之後咧，到後眼神要望手喎、啊，你唔望手咧個效果唔好喎、啊，同埋縮埋條腰，轉埋。所以你哋咧喺張凳裏面做咧個效果唔好啊！我嗌你出嚟咧係幫到你，千里之行始於足下，所以你一定要係出嚟就會有空間幫到你鬆，眼神望手轉。帮你肩周炎改善，这个动作是相当之好的，是很经济的做法，是有效的做法。肩周炎呢是很痛苦的。在座有没有人有肩周炎啊？曾经有啊。麦理治疗师是不是教你这个爬墙啊？咁爬墙啊？咁爬墙啊？这个是都有是帮助。这个帮助是舒缓，但这个是帮你复原翻。好唔好啊？帮你复原翻，咁所以咧，你系做呢啲动作系照做。跟住咧，如果你肩周炎嘅话，呢只手系贴唔到嘅。啊，慢慢改善。你嘅身边朋友、你屋企人咧，系一定有机会有嘅。但系你今日你学咗之后咧，帮到佢健康，好唔好啊 ？OK， 记住话，咁啊，呢个系当你纯熟咗之后，睇住慢板。熟先做啊，试下做唔做到？双手，跟住背并双手。OK， 记唔到啊？因为时间关系咧，就系要 shortcut 版。另外一个有冇听过咧？有一个叫做网球肘，高尔夫球肘啊，
有冇人试过发生过啊？试下举手出嚟啊！有冇啊？有啊！咁你哋点好翻未啊？啊 ？OK， 想唔想医翻好将来都拎个重嘢啊 ？OK， 咁想唔想想识啊？唔使钱喎、啊。大家有冇见过呢个动作 ？OK， 嗱、啊、呢、這个快板，我用慢板系嘛？睇住四步曲，一眼神望手，二掂住架底，三反手上天有钱接住，记住只手唔好过摆喺后面啊，向下你个横边个水平线，四弹翻转头接住啲钱，一弯你个手，二掂住架底。掂唔到架底，有進步空間。掂住架底，三反過嚟，啲錢係可以接住嘅。上彈翻轉頭，四、一、二、三、四彈翻轉頭，到呢隻手啦喎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一、二，鬆埋條腰，三、四、一、二。三做唔到都要做啊！唔系咧，你今日你唔喐嘅话咧，听日你唔使喐噶啦，知唔知啊？呢个系一个好有哲学嘅，你喐到就听日你更加喐到，今日你唔喐，明天你唔使喐，得唔得？所以一定要喐，生命在于运动。2008年北京奥运会个口号嚟嘅，跟住啦，能够做到就之后会做咯。啊，呢位今日认识个朋友，你支持 ，hello 啊，认到你 ，OK 啦。以下呢个慢板喎，转落嚟，慢做，知唔知个邪魔啊？呢、这个系相当之好，唔好以为讲笑，呢、这个系好好嘅，帮你松你个前中后爪、网球爪、高尔夫球爪系松翻晒，唔使睇医生，好唔好啊 ？OK， 送咗几千蚊俾大家噶啦。